预言是风趋到面对舞台左手边，你可以挥挥手，帮我们的那个服侍的同工。我们前面有五兼职舞蹈及绘画侍奉。那邀请你们来到这房间里面的时候呢，你可以分别出你的时间。如果正在滑手机要聊天的话，喜文哥邀请，就是我们可以到外堂去。但是如果你进来的话，我真的邀请你们可以分别出你的时间，一个礼拜就45分钟来亲近我们的神。你要亲近耶稣，他就必亲近你。哈利路亚！Yeah.
就像歌词一样，神的气息在我们里面，神的气息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跟肺腑里面。他进到你的心里，并不是你做了什么事，乃是因为他爱你，好不好？你来相信这句话好不好？你来宣告这句话好不好？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好像你的心跳跟你的呼吸，好像每个细胞都激动了起来。我相信这个神的感觉要在里面，好像神跟你结合在一起，好不好？这是你的祷告，就是说谢谢神，或者说神我好开心，所以说你的气息在我里面，好像使我再次活过来，好不好？就来祷告，来敬拜，说谢谢上帝的气息在我里面，谢谢神，你的圣灵是与我每分每秒在一起的，好不好？你来感谢神，或者你来赞美神。
告越多，你感谢我们的神，你会油然而生出一个敬畏，而不是对神的恐惧。害怕神跟敬畏神是两回事。越多我认识神，我越来越敬畏他。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所有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三，来。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你知道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慢慢的了解神的爱的心的时候，神他不是说拿个棍子说你们小心一点哦，到天上我跟你算了。神用一个爱，他说启文，你真的要谨慎你平常说的话做的事，因为有一天我都会跟你一点一滴的来算。所以神好像说，启文，好吧，我们可以更多的用爱来跟人互动，而不是用善跟恶。所以我也邀请你，如果可以，好吧，我们来求圣灵引导我们慢慢走向成熟，我们可以愿意听的心，愿意改变的心，让我们的心思念不再像小孩，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跟神来交战我们的生命，好不好？来为自己的耳问，为自己的心来祷告。哈利逊德们，耶稣，谢谢你，耶稣，你用爱成为那个基底，你用爱成为那个养分。当我们更多了解神你爱的心的时候，耶稣，我不是用恐惧来面对神你所说的每一个话，或是神你所交付的每一件事情。神，谢谢你，谢谢你，耶稣，我为我自己来祷告，我的一个受教的心，我就像小孩子一样，当神你对我们来教导、来说话的时候，是用爱来劝我们，也是用良善的心来看待我们。耶稣，谢谢你，我来为我自己的耳朵跟我的心来祷告，一个柔软的，一个谦卑的。耶稣，我们是愿意来聆听爸爸的教诲的神。我们请求会姐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啊，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来回应你说，主啊，我们以敬畏你的心来敬拜你。主啊，愿你，主啊，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慈爱的父亲。主啊，你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引导我们。主啊，一直祷告，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主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意来回应你。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你对我们。主啊，你对我们的提醒，主，我们愿意回应，我们愿意改变。主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充满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的心跳跟你的心跳是一致的。主啊，让我们在敬畏你的里面，主啊，好像就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主啊，主啊，耶稣，你怎么样在人的面前把天父显现出来？主，我们说，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在世人的面前，主啊，在彼此的之间也把你的爱显现出来。主，我们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在网络前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带到的，也可以把它放到我们 YouTube 的这个直播的上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这个部分，十五章九到十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一样。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在方言祷告上面，你可能会觉得，可能会有点还在操练，我们就看着这个经文。你看，那敬拜团在演奏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宣读这个经文，好不好？你来相信神所写的话语，让我们来宣告：我们遵守神的话，不是出于害怕，是出于爱。好不好，我们就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感谢你，耶稣基督，我们要常常在你的爱里面。耶稣，我要常常在爱的爱里面。耶稣，就像你所说的，你爱我们，就像天父爱你一样。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若常常遵守你的命的话，我就要常常在神你的爱里。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若常常遵守你的命的话，我就要常常在神你的爱里。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宣的你的你的你的好不好？如果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的话，好不好？我们就为着
你旁边的人，就为你旁边的人，我们为他祷告。甚至如果你 OK 的话，我们为着网络上，或是你知道你有同学他在看直播的话，朋友在看直播，就求这个圣灵的爱可以跨过这个网络，也进到他们的房间、他们的手机、他们行动装置里面，好不好？我们来代祷，我们来为他人来代告。哈利路亚！我们花点时间，我们来代祷，来方言祷告。哈利路亚！所以说我要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不论是在网路前的或者是在现场的，就是说为我们为他们来代求，让神你的爱可以很容易的进到他们心里面，甚至我为他们来祷告，他们的心可以很柔软的，他们可以感觉到神你良善，就是你的柔和跟你的谦卑，重点是他们要感觉到神你的接纳。哈利路亚！我们请一心来为我们弟兄姐妹祷告，他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降临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的爱，主，让我们更真实的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让我们与你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我们对你片面的认识，或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主，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是怎么样一位良善的神，让我们认识你的每一个面向。主，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你，主，我们的生命就更多的住在你的爱里。那个爱不是我们原本认为的爱，那个爱是从你而来的爱。主，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主，你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然后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主，我们的生命要因着更多的认识你而被你来改变。你气息在我心，我们献上赞美，全心的赞美。你气息在我心，我们献上赞美，属于你。你气息在我心，我们献上赞美，全心的赞美。敬畏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说，但是这个敬畏并不是因为出于害怕，而是我们真的非常的爱你，我们是出于感谢，我们敬畏你，所以说感谢你。欢迎你的同在，哈利路亚。我进入全地震动。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要努力成为圣洁。但今天神他称呼我们成为圣洁，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是神知道我们生命的本质原来就是一个纯洁的。我们或许受到一些影响，或许有些我们做一些事有些沾染，我们可能选择错了，但是那不会影响我们在神眼中的那个价值或是那个地位。神邀请我们成为圣洁，而且神邀请我们成为像祭司一样的敬拜赞美他。好吧，弟兄姐妹，我想要邀请你们为自己的祷告，你可不可以相信我自己是一个守洁心清，我是一个被神称呼已经是圣洁的人呢？你是不是相信这件事情呢？好不好，你还为自己祷告，好像我会说，许文，你真的是一个圣洁人吗？还是你要再努力更多呢？还是神早就称呼你为儿子呢？好不好，你还为自己祷告。我没办法再讲太多的真理，但是真理就是神他已经称呼你为圣洁，他称呼你为他的儿子。好不好，你还为自己祷告。有时候要那开关要过去，而且事实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就像祭司一样，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校园，在你的职场里面，好像那个祭司，好像是在为神来站立。当你在敬拜赞美来祷告的时候，你就有那个 authority， 就有那个权柄来改变的属灵氛围。好不好，你还为自己来祷告。神啊，我要来拾起这个职分。神啊，我就是神你在地上的祭司，我就是你在职场的小耶稣，我是圣洁的，我是君尊的。哈利逊克那边，耶稣啊，谢谢你，这是你邀请我成为一个好像神国的大使一样。好不好，你要为自己祷告，不要再看自己是卑微的，不要再好像很努力的想要去讨神的喜悦的，因为我们的神他已经拥抱我们，我们的神已经爱你们了。时间祷告，再花点时间祷告，这不是努力过去的。我恳求神的圣灵现在充满在里面，好像让那新的里面的开关可以过去。阿利逊，阿利逊，好吧，再祷告一下，再祷告一下，好像在感谢耶稣，我有个祭司的职分，我有个天国的大使的职分，在我的家庭。交托以及关系上面求神能够介入，以及灵
阳堂的这个教会里面兴起的祷告祭坛，与神的和好，与朋友关系的修复，还有弟兄能够和睦，姐妹能够和好，福音能够进到家里面，夫妻同心而意。好吧，我们来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是还有下一页吗？哦，还有下一页是不是？好，那你就慢慢轮播，我们就来代祷，好不好？若可以的话，你们就来为上面的家人，我们来祷告。哈利逊，要不要？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哈利逊，双手呼山啊，呼山啊！奉主名来的心甘称颂的，就是你的同在，不受网络的限制。主啊，你来祝福这些主需要的儿女。就是他们有的人需要在考试上面不看，需要神你的恩典的，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父亲，或者在工作上面，主，你是爱我们的父亲。主啊，会有哪一个儿子跟父亲求主啊父亲却主啊主啊闭门不应主啊就今天主啊就是今天主啊一起祷告在你的面前他们在基地上面需要得到医治所以我请求你的全能能够降临在这个弟兄姐妹的周围甚至降临在那个弟兄姐妹的医院的环境里面所以说就是让你的超自然这时候降临我们代求代祷他们的必可以得到医治所以说我们也为着关系的修复来祷告所以说为着我们当中所以说就是心与心的连结可能有人在吵架当中有裂痕但求主耶稣全来祝福所以说你是使人和睦的主甚至我们要来祷告让福音可以进到还没有信主弟兄前面的家中所以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甚至在圣诞节这个季节你的爱要充满要流要涌流到每个弟兄前面的家中哈利逊要不要哈利逊要不要哈利逊我想有个胆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家人或是朋友呢现在在这个生理就是疾病上面或是有重病的你有这样的朋友或是你有亲戚是要可以把手举起来吗你有家人或是朋友是在疾病当中的你觉得很需要代祷有这样的兄弟姐妹吗我们如果看到旁边有人手举起来不要害羞就举起来没有关系 It's fine 我们要为你来祷告这边有一位 Amen Hallelujah后面那边有一位那边有弟兄一位如果你看旁边有家人需要代祷的有在疾病当中我想邀请就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先花一分钟用方言来祷告哈利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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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的家人甚至需要带来疾病当中我要宣告你的超自然现在降临到他们当中是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哈利逊我们请玉馨我们请玉馨来祝福来为着我们已经生病的弟兄姐妹来带到求神的医治降临哈利路亚求你正在为我们每一个家庭征战主啊你的保护主啊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是那位医治者主你是平安的源头主啊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的家人还有朋友抓交在你的手中抓抓抓我祷告抓你的医治抓现在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抓你的平安现在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抓抓我宣告抓疾病抓不能够来偷窃杀害毁坏你的儿女抓我宣告抓你的医治抓你的保护抓现在就在这些家庭的里面抓抓抓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不能够成就的没有一个困难是大过你的抓没有任何一个疾病是你不能够来医治的好吧我们来为我们今天的祷告现场来看到学生区的这个部分哈利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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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们可以为我们学生区的祷告赛来祷告我们欢迎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周五六日的崇拜当中还有小组的团队当中我们来祝福我们圣诞节学生去预备我们周五在12月18号有个夜考到华中桥底下以及19号20号我们六日学生的圣诞趴来祝福我们同工他们在预备的时候有创意跟巧思你在烤肉的时候我们来祷告有更多新朋友可以来进到神的家中好不好邀请各位哥哥姐姐我们就为我们学生区的同这个活动来祷告
主啊，邀请主，主邀请的圣灵可以运作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小组团队当中。主，我们有许多做事的同工，我们有许多专业专才的弟兄姐妹，但是更多的，我们的源头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爱。主，让我们让我们一个微父的心，而且我们一个微子的心。真正的父亲不是要控制儿女，他是要引导儿女更加的强壮。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合一起来，而且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接待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中。我们来祝福我们圣诞节的活动，我们有这个周五崇拜的夜考，还有这个周六周日的圣诞 party。 你来祝福我们同工，让我们在预备中我们有巧思，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引导更多的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愿意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们也享受在当中。哈利路亚，最深的感谢你。我们请这个周，我们请这个夜考的负责同工又用来祷告。哈利路亚，最深的感谢你。耶稣吗？欢迎你。沙妈说，主啊，好像我们要把所有的圣诞节五六日学生区的活动交在手中。主啊，妈宣告，主啊，是你，主啊，是你满意的爱要充满在这个三个活动中间。主啊，不只是好像我们预备的活动、预备的内容、预备的节目，而是说，主啊，妈宣告每个来到这当中的，不论是原来你的孩子们或是新朋友们，主啊，他们要被你的爱、被你那个丰盛爆炸的爱所触摸，要被来触碰。主啊，妈宣告，好像是你自己要来遇见每一个生命当中，主啊，告诉他们，在圣诞节这个好消息，就是你为他们而来，就是你为他们来。主啊，我们也说，主啊，圣灵们欢迎你，更多更多，好像在学生的崇拜当中，主啊，你来做更新的工作，主啊，你来得着你年轻的孩子们的心，主啊，他们生命为你燃烧，主啊，他们生命经历你，主啊，他们真知道，主啊，他们一生要来为你而活。好，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好的，对对对对，我们这是19、20号这个圣诞盼的音乐大戏啊。不只是青年牧区来做，我们就是跟全教会都动起来的。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是为了这个大事来祷告，而且为立方传道来祷告。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在瞧这个部分哦，这是为他的心智还有体力还有他的健康来祷告。立方姐姐可以把手举起来吗？立方姐，好吧，为立方姐的健康来祷告哈。我们也求主能够使用讲员，应该是是我记得没错，是训政牧师的分享，甚至说的宣传，有形的、无形的、网络的、IG 的、FB 的，能传就传，甚至是纸本的。还有我们就是来为我们圣诞盼来祷告，而且我们来祝福这个线上的节目，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有效来运作，然后可以接触到许多跨国的朋友，有些可能在回教国家的朋友，或者有一些没有教会的。附近没有教会的朋友，好，帮我们就来祷告。如果你在立方姐周围，我们也为立方姐来祷告。主啊，谢谢。阿利士，给我们的你们知道预备传福音的事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但是有许多的周边的配备是需要祷告的，尤其我们现在许多网路的，好不好？我想邀请各位家人们，若可以的话，我们就为这个网路来祷告，好不好？因为这个顺畅性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我们就为这个网路来祷告，硬体来祷告，把所有的所以说来我们圣诞节的节目来祷告，无论是硬体上面摄影机、音控、灯光，甚至是网路的传递，让我们真的是有个最顺畅的方式。可能有的人在医院里面需要借着手机来观看，可能有的人他是在家里面，他可能是在部落里面，他需要用的平板电脑来看。我在宣告这个网络的需要是正常的，来祝福每一切的细节，来祝福所有的线上节目都可以接触到我们的新朋友们。哈利路亚，最深的感谢，哈利路亚。我们来为今天新增歌来分享来祷告。
我们求圣灵真实来，就是进到你的心里面。当你在听讲道的时候，你除了是听那个 knowledge of the word， 你要听的是圣灵怎么样对你的心来说话。有时候你理解了，你心不一定过得去。我恳求主，他的圣灵今天不仅是对你的耳朵说话，他也要对你的心说话。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如果可以的话，你也为自己来祷告。你来做礼拜，你不是来听个知识而已，你是来听神对你的心说话，让你的表里可以如一。好不好？为自己来祷告，也为信中哥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来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我先祝福我自己，就是当我今天来到教会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来听一些信息而已，所以说我是愿意柔软我自己，所以说我愿意让我的心，让我的心田愿意来听你对我的心说话，你对我的意念来说话，所以来祝福，来引导，来帮助我的，帮助我自己，让我知道怎么样，这是处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阿弥陀佛，要不要那边？我今天有感动，在会前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来会前四点进来，你知道四点前有多少人在这个房间里面做预备吗？应该有快80个人吧，有吧？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邀请你可以转头看看二楼的，有 PA 同工，有 PPD 同工，灯光，这是你们眼可以看到，还有台前的先知的侍奉团队，绘画的、舞蹈的、祷告培养团队，还有看不见在墙壁背后的 OB 团队。弟兄姐妹，这个家的运作有许多家人愿意分别出时间，他们来服侍我们。我们在场的各位，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为我们服侍的同工来祷告，好不好？你不是说祷告他们先不要出发，不要，那只是最低层次。你来祝福他们，让他们灵魂体兴盛，让他们在服侍的过程，让他们可以遇见神，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服侍弟兄，进来服侍神是件喜乐的事情，好不好？来为你的家人祷告，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好不好？来为这些服侍的同工祷告，来为你旁边的招待来祷告，来为 P 来祷告，为着看不见的这个后面团队来祷告，因为他也是我们的一份子。还是宣告，来来来来来，就是为着摄影团队来祷告，就是为着舞蹈团队来祷告，就是为着他们的家人来祷告，我为着他们的家庭来祷告。若是我们服侍人，他们家都有人是还没有信主的，我要宣告在这圣诞节当中，他们的家人要因此来得救。就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主你的恩典的爱，就是是没有分任何的标准的，主耶稣，就感谢你。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至高神。主，我们谢谢你，主，把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所有的一切，我们包括我们心里所想、所求的一切，主，我们都要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当我们今天敬拜、祷告的时候，主啊，如同我们所唱的，如同我们所说的，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主啊，因此我们呼喊主，主，你来帮助我们，主，你来祝福我们，主啊，你必应许我们，主啊，你把这个确据，主啊，你把这个祝福恩典放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因此而蒙福。谢谢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以下的聚会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荣耀归给我们神。Amen， 好不好？离开结束前，跟你旁边说，神今天要挪去你心里的恐惧。